为了庆祝儿童节，屏东县从此乡公所今年特别邀请的重庆国小三年级的学生的入去公所来参访。也到公所出题安排的国考室的主管来同小朋友讲解业务的性质，还开放乡长室，也到来体验做一年的乡长，还够了解安样的皮工活。要你们结婚了，生小孩了，可以来领育儿津贴，一个月2500哦。从此向公所各科室的主管详细为重庆国小的小朋友讲解日常业务的内容，本人等对向公所的功能有个深入的了解。考过了，通过了课语认证哈，你们知道吗？可以到乡公所了，没证课来领奖金。对，来申请，没错，答对了。三位学生的分别扮演乡长、主任秘书同秘书。本人等同每年公文批阅的流程地板，做得理解公务机关推动公共事务的机制，并以免来落实民主的观念。很神奇，工作很辛苦。我呢学生也是朋友哈，还有可以进一步的认同我呢啊，从事乡公所啊，我呢民主哈啊，可以落实听我呢国小。完成一年公所的体验过后，公所接下来安排小朋友欣赏通化片。本日的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高一的神奇又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节。下届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